阿弥陀佛，啊，咱继续来看的《无量寿经》。我们看个333页，哦，333页啊。我们看的这个，伊讲愿我功德力哈，愿我功德力哈，这段哈，等此最胜尊，哦。这个迹象呢，是在讲法藏比丘的总誓愿，以总愿力。你讲的这个公缘因缘，愿满果满，哦，能等同所有一切佛。所以功德力呢是啊，是这是伊在讲法藏比丘因地法官所修持的修因功德圆满之力，叫功德力。哦，修因功德圆满，参像咱伫佛前，哦，法官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迄个愿力圆满，哦，这功德圆满。所以顶处最圣尊呢？是讲这个大愿力，佛果圆满。伊现在十方诸佛是同款，参像要出家的时阵，那剃度师拢会问咱啦：“如是丈夫佛，是大丈夫。”虽然现出时也不是这个诶具足圆满的智慧，但是迄当下的初发心，在《法华经》里面就谈到了，在《法华经》讲呢，心发意菩萨，心发意就是初发心，初发心的你的那一刹那，那初发心的那一刹那，这个心意，它的功德呢，跟佛心无异，没有差别的。所以啊，初发心菩萨，那跟那初发心的菩萨，那个心，伊当下那个心，跟佛的心一样的，所以叫功德力圆满。功德力是安尼啦，吼，好。所以，那么侵蚀着咱家己的这个法观法心，咱的法观法心呢？咱发完了后，咱家己的自我啊，勉励咱家己，修行绝对是咱家己的功课。咱修行绝对不是讲要给别人看，要给别人来肯定，是咱家己要肯肯定咱家己，愿意来好好用功办道，哦，好。所以啊，伊讲的这个所成就的这个观念呢，为什么能够这么样的殊胜？是他的功德与佛是一样的，平等的。如是世观啊，如是观定啊，如是因，如是果，拢是超世间的，拢是最殊胜的。哦，所以呢，什么十方诸佛都赞叹，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所以咱在道场内底吼，咱在讲咱的道场。维摩诘经有讲，道场伫底，德心是道场，清心是道场，菩提心是道场。那当时维摩诘居士拄着光严童子，那光严童子问维摩诘居士：“你从哪里来？”维摩诘居士甲这个光严童子回答讲：“我从道场来。”
那个道场就是伊迄个心念，不管是拢非常的明白正确。咱这南无阿弥陀佛来，我去桃园来；阿弥陀佛来，我去高雄来。哎，我计技术人伊咧回答，阿弥陀佛来，为道场来。有无计技术？啊，有无计技术呢？在有无计经内底有讲到，伊是他方世界来遮是很多化人，是不动佛阿处佛，就是不动佛世界来的妙喜世界的不处大士，所以这种其功德力也不可思议啊。那你咱在修行用功的时候，一定要观念，也原动力一定要集中，一定要集中哈。好，那咱再来看一段。因为思愿若克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与真妙化。这个迹象是法藏比丘发愿了后，伊讲假使我的愿力真实不虚，应该有随想来什么来作为证明。伊讲书愿六克果，讲书伊愿力四十八大愿，乃当来圆满成就，大千世界应感动、震动、感动。在《法华经》呢，这准备刷的时阵叫做啥？对啊，天古自明，哇，那么这天女散花，天古自明。所以咱道场上面有大钟大鼓，这个鼓，咱的鼓起来，咱去弹去拍，这样。世尊说的是天古自明。那当时这个夏利芬，一看到在这个法华会上，哦。那呢，世尊释迦牟尼佛呢，这个在甚深禅定当中，很不可思议的这个水相，甲过去无同款。那下里后人家开始来这个千唤，所以呢，一千再千三千数千，才请佛说《妙法莲华经》。那么在这个第三请的时候，东西有这个。精雄版 BQ， 因为精雄版 BQ 啊，永远不认为这是什么，所以东西呢退离开了这个法华会上。那么下礼拜呢再出这见面。那么东西世尊家被刷到，一共呢我只做中无父之业，这开始个人呐，供出的这个大显幻门。那么为什么东西世尊唔讲呢？有卡数东西，那讲迄五千的 BQ 的剃度，是因为悯念众生，不忍众生剃度，所以一门记住，因缘成熟、因缘成就的才说，这嘛是种佛道的观念。那么在咱的无量寿经呢，法藏 BQ 四十八大愿发完了，圆满记住，那么是誓愿的。讲呢，原力呢，其叫大地震动，大地震动，哦，虚空诸天神呐，动物精妙化，对吗？天女散花，哦，这个是瑞相来证明这个法藏 BQ 的原力呢不可思议。好，来，咱来看一下，那不可思议呢？伊讲呢，因为法藏 BQ 呐，法藏菩萨呢，入世原力来贬低自己。伊讲出自万分的真心，伊原来是真诚的，是真心出家的。咱进队长拢比较靠唔敢，迄个直接相信吼，为什么？咱家己发心的迄个心嘛，比别人改真，所以众生感应就未真啦。就老师啊，我要来遮修行，可能也就颠倒啊。所以咱若讲要来观察，世尊法官的啥啦？是真实不虚，真诚心是真实不虚的，不是这个心情好欢喜哪来的，在意安怎讲的，不是，是很真诚的。
所以讲出自万分的真诚。所以呢，伊发誓愿力啊，要求呢，如果哦，发种 BQ 的誓愿呢，会让来兑现，可以来兑现的话呢，现在便有水上出现，参像咱呢，这个发玄奘大师甲鸠摩罗什，人家翻译经典嘛。那么翻译经典，一生翻译经典完完了，下辈的时阵，伊讲伊翻译的经典呢，真是不灵啊，这样，这舌舌舌力啊，舌根舌力啊，那你讲这舌头不会，这没有会修，舍利成就，拢有真实来证明的，包括咱的鸠摩罗什。哦，伊拢是有这个功德力啊，因为鸠摩罗什呢，当时和这个贡阿咧到这个龟之国哈，吼、哦，要用阿，啊，硬逼伊要甲人结婚啦，创啥物事吼？那当时这鸠摩罗什因为伊境界真高嘛，有个人呢，伊个地主啦，就会起这件代志吼。来咧议论纷纷，讲啊，师傅那会当安怎就对了。那么鸠摩罗什呢，为着要降服着众生，包括伊的地主，伊这个善暖心，伊当时用这水，甲咱真个沾啊，咱咧补三只油沾咧沾个话，跟一碗水，伊就安尼，伊讲好，你若要学我的这种情形。他就把一碗水跟针这样喝下去，你啉落啊，吞落啉落啊，一碗，内底是碱嘛，那提沙这样又碱嘛，就这样子啊，存在啉水安尼规碗安尼啉落去，你有这个境界再来跟我一样，众生讲，我若无你就较白个咧，持戒庄严，观念无同款啊。那当时咱这个四十八大愿当中，这个发种比丘也同款，发愿成就愿得具足，那希望啊有做什么，以天龙八部来做证明，来做证明哦。好，咱来看，用啊这个用来证明哈、哦，必得其果。所以这个须弥山的数大洲为一个小世界，那么一千个小世界。哦，就是一千个小世界呢，为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呢，为中千世界；那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了大千世界。所以，它有个称啊，三千、大千世界，啊、哦，大千世界。所以呢，第一种的水相形啊，大千的大世间，大千感动，是讲呢，这大千世界呢，必须感应的六。六种震动，六种震动。那么地动呢？行啦，是表示哈、哦、发种 BQ 的阴行，伊阴地修行的殊胜，修行殊胜。第二种的水上呢，行啦，是天物妙化，虚空诸天神啊，是讲这个三界一切天人神仙呢，拢。会来做伊护法了，叫鱼妙陀罗花。所以你只要肯用功，你修行人呢，就龙天护持。你免惊讲无人甲你护持，你只要肯用功，除了咱的信众、十方信众护持以外，还有诸上善人、诸天人等护法，这都不可思议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世尊同时修行，也是天人保护伊哇！伊在这个苦行难当中修行，坐禅坐足久嘛。那坐足久的时阵呢，这个鸟啊，伫个头顶做鸟啊修啊，啊，伫头顶咧生鸟啊卵啊，做鸟啊修啊。那么有一过落大雨啊，那落大雨的时阵呢？因为有这本事情啊，抓我啊，主人啊，做一好法，存了两点啊，给砸掉嘞。那都是天神拥护啊，
拢是天然永恒。包括咱这下礼佛一法官，都有天然的实现要来哪，要来个考验，都是在证明，不是在个刁难。咱若到咱道场共款啊，你法官讲说啊，我要来好啊，对你是参详讲，我要来读册。咱人一生当中一天的日子绝对不是在读书，咱也要吃饭，咱也要生活，咱也要工作，咱也要跟大众相处，这些都是整个的生活条件。而咱在读书之后，咱的出坡作物，出坡作物，咱的生活作息是不是会因为佛法的智慧和咱的身心柔软？那么你身心柔软，自然就有佛法两天把它应付。只要肯用功，只要你肯用功，修行不寂寞。只要你肯用功，你修行绝对不寂寞。你修行会寂寞，你会感觉你很寂寞，很无人缘，很无法缘呢。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贴切问题：用功不够。而有些人啊，或许用功很用功，但是啊，方法错误。两种原因哈，一种人啊，用功不足；第二种是用功的方法错误。虽然做认真，但是是错误的嘛。两天嘛，袂好起啊。所以呢，只要你肯用功修行啊，你修行是不寂寞的。所以四十八台湾呢，嘛讲出了这个道理：大地震动，龙天护法。哇，这叫做真实不虚呀！好，好，那这个横过来看。所以呢，这个诸天人呢，这个萨曼陀罗花代表着对法藏比丘的这个护持。好，那。334页呢，咱来看。伊讲呢，世尊啊，佛语阿难，世尊呢向阿难来讲啊，叫做法藏比丘，说出上句，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六种震动，天物妙法，依善吉祥，自然音乐，空中湛然。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当法藏比丘因地发愿了后，圆满的时阵呢，大地震动，六种震动，六种震动是吧？天物、妙法。天女妙花，像像咱今仔日发花有无？那些主法和尚啊，会散妙花有无？香花引香花请。我们现在是用表法来象征啊，表法来象征。咱来看一讲法藏菩萨呢，在入下这个世缘的时阵，伊感应道高，当时大千世界。龙波盆六种震动，六种震动是什么？就是动其涌震火系，火极呀，极骨的极，动六种哈，动其涌震火系，那么这六种都有六种的意义，那么这六种所代都代表的东西呢？这个大千世界感应，大千世界的感应，好，这个六种震动的内容啊，咱等下慢慢来介绍哈，慢慢的会来介绍。好，你讲呢？这个大千世界拢普遍六种震动，诸天在虚空当中呢，有下的这个妙花。天禄散花，天女散花，
这个天路散的话呢，在维摩诘经嘛是吼，在维摩诘经内底，咱大家有印象，维摩诘经书当时甲这个 BQ 啦，吼，甲这个菩萨咧讲经的时阵，有无？那么天路散花，天路是他方世界的菩萨来实现。那么他散花，那么散花的时阵呢，这个花呢落下在这个菩萨的心上，自然掉下，有无？那么为呢，这个花呢落在这个比丘身上，有没有？就掉嘞。那么比丘呢，就用心通啊，用种种的力量呢，要把这个花呢，为的心辛苦点安尼，甲掰掉，拢掰未掉。那么为我计技术才会跟讲啊，因心中有染着。那么现在讲掰未掉，讲啊，哎呦，这个出家人、佩戴香花叫做犯戒，不着香花慢嘛。啊，为我计技术才讲，心中不染，他自然脱落。你心中起分别。你起分别相，所以引出来呐，产生执着相，所以境界就是差在这。所以这个五天曼陀罗花啊，哈，曼陀罗花呢，拢是这种的天人永和的这种的标识。那么世尊讲啊，法藏比丘因地发愿了后呢，因地发愿了后呢，那么大地震动哦，啊，这个降下的这个。这个妙陀罗花，哦，妙花，好，雨下曼花，妙花，哦，以善法藏及大众之上，啊，这个善花在这个法藏比丘一大会当中的每一类东西呢，要让主人的音乐，主人的音乐，在空中，哦，有主人音乐在空中呢，出现的这个声音。赞叹法藏，为他受记说，决定必成无上正觉，证明哈，证明着这个一定会得到这个无上的福果。这是受记。那么世尊受记呢，有四种哈，这个受记有几种哈？我们来谈一谈受记，一个是通记。通记，就是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受记。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这就是通记。无论你是好假善，无论你是对一道的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叫做通记。哦，该得做佛。那么第二种叫做显记。显记呢，产生在这个哦空中障碍。决定性，吼、哦，决定性，正定个叫做显现，实际上显就是表现出来，显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决定的力量所感应道交的，所展现出来的，所展现出来，哦，这是显现。第三种叫做密记，密记吼，密记的比较，咱印象较深的，就是这个五祖传了六祖哇。秘密的传授衣钵秘籍啊，这秘籍哦，参详这个《法华经》当中的提婆达多品哦，佛受记哦，将来成佛，出现提婆达多呢啊，以现身堕在无间地狱当中。在这个《法华经》内底啊，世尊嘛为提婆达多受记，但是当时的提婆达多呢，因为犯下的种种的罪过。所以在地狱当中受苦，但是日后呢，嘛是会感觉啦，会得到这个佛果的果位，这个秘籍，哦，秘籍。好，那么第四种叫做玄机，玄机呢，是啊，如佛说某长者子过去七日病命中，玄机。就是讲，哎，这个 BQ 啊，归刚一摇，这个怎么样的一个因缘？这不是自身那种玄机。参像六祖大经内底吼，六祖大师讲啊，伊那涅槃了后几年后，会有人来取他的头，有无？包括也
伊的这个色心房嘛，要来甲夺走啊，吼、哦！啊，甚至在这个六座大厅内底吼，有讲咧，讲有人要来甲讨钱的有啊，欠伊十两银啦。那六座呢，暗棍啊，今仔出来讲咧，互你夺啊，啊夺了抢一下，伊甲讲咧，我只欠你钱，我无欠你命，啊钱在底下行哩。这都是一种什么？类似玄机的一个意思。足清楚，并不是代志隐瞒来龙去脉。当然，在看这个经验当中，感觉非常的戏剧性哦。但是，真实修行者的功夫啊，绝对不是用咱凡夫间所可以预测得知的啦。有人讲，哪有遐奇怪？该清楚嘞，伊会知影讲，伊这毕竟讲要来个讨钱。你想来就是有这个功夫嘞。这不是用咱的思维、世间的想法，所以当清楚明白，那是一种的境界。伊就无糊涂嘛，哦，就是啊，所以修持有四种，哦，通记，哦，有这个通记啊，显记、密记，啊，加玄记、显记，哦，好。那这是让咱了解讲的修持当中有几哪种。所以佛祖有给我们受记吗？有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将来必定成佛啦。我们都要肯定自己将来能成佛，也就是说不要轻视自己，你不要轻视自己，你自然就不去轻视一切众生嘛，同样的道理嘛。好，那一段说的诸上善人的法种菩萨呢，弘一切、哦、给一切的佛弟子、哦、一切佛祖呢树立了一个行菩萨道的榜样，一个好的模范，行发菩提心，行发菩提心，然后呢，令七智高尚，就是发心菩提。我你想要出家，我要行发大众生。我记得有一次跟这个如我中路吼，咧面谈的当中啊。啊，中路咧讲咧，伊过去做啥物，要出家做啥物啊？吼，那么有人就甲问讲，你为啥物要出家？啊，当时就问耶稣讲啊，啊，我出家人来问讲，为啥物要出家？我要哪甲回答？伊讲啊，耶稣就甲你记，你就甲回答讲要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伊同甲一句话甲背起来。人来家问，迄当阵都十四岁、十五岁，十四岁出家啊！哈，十五岁当阵，有人家问讲：囡仔，啊，你若要出家，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讲到个强而有力，很震撼，很真。你知迄个初出家的囡仔，你讲的话足真的吼。啊，大人就听来讲，你袂感觉有较远吗？但是在那个当时，他的内心就是这样，这赤子之心啊，童真之心啊。然后中路的人就跟他说，以后人家同样人问你为什么要出家，你马上给回答。我就进一步清洗中路啊，说为什么要回答，既然出家就是要走这条路，你出家，你无要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那么你要来创啥？要来度假的啊？还是要来人哄他的？绝对不是嘛！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嘛。成佛道，竟然搁是断烦恼嘛？了生死，度众生，断烦恼，成佛道。很强而有力的跟他讲，很真实啊。所以老人家呢，一生当中一直在修行，就是安尼，六七十年哈，安尼坚持着迄个了生死度众生，断烦恼，证菩提。我们也是要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好，所以这个发心菩提，所以咱这个发种 BQ 啊。那我们说，你为什么要创设净土？没有众生离苦得乐，此心此意，终不退缩，在那坚定。好，所以呢，就叫做发心菩提。
这是修净土行，立处诸佛净土的庄严性命，这是什么？福心菩提，为发心菩提，福心含护着咱的烦恼。所以当时这个法藏菩萨呢，在这个世自在王如来呢，伊个介绍210亿的这个诸佛国土，他摄取的每一个国土最庄严，拢个刻刻做一个，哦，来成就了这庄严的净土，这个福心菩提，哦，然后呢，称信立大誓愿，一个人，然后啥？伊这个用户交的时间十五嘛，是十五了后呢，对吧？伊48大关，所以呢，入大关主理理他，这就是明心菩提。那么在依愿起修，依愿修行，以愿起修，以愿修行，所以呢，一个积功累德。所以咱啊发愿以后呢，咱啊爱累积功德助你嘛，要积功累德啊。有人讲我发愿啊，我发愿啊，就无人要扶持。你要家己要先扶持你家己。为什么？咱家己扶持咱家己啊，积功累德，弥生福德啦，功德善人啦，就是安尼啦。譬如讲，在咱人生，譬如讲有这个来挂单的法师来讲啊，譬如讲来挂单的法师。来到一人家，除了咱聘请伊来九台钢筋刷头以外，他可以登法座。你来挂单，有伫这道场从来唔捌伫这付出啦，或者伫这有甲咱有共同的共修啦，甚至对咱的环境无了解，一来讲我挂单的，我想要要来这挂单，我来这要刷头聆听，你说我们会不会接受？恐怕很难呐、啊。为什么？那是一种的积功累德而来的成就，除非大修行者啦。都要说跟我比喻什么一般，所以都来开始乱啦。跟大众了解咱这运作啦，啊，甲大众这人啊，跟这个发展出人啊，就因人家的属性，发展人家的属性，明心菩提，哦，明心菩提。好，那再来呢？那么因为最积功累德呢，叫啥？初道菩提。初道菩提有啥物？菩萨愿以何心地度，即现何心地为说法。众生有需要，伊就去度化，未自私啦。菩萨是绝对啥心胸是已经心胸宽广的，心胸宽广的啊，就初道菩提。然后呢，在那啦行佛道。成佛生净土，紧逼来者念化众生往生极乐，东行佛道，这就是究竟菩提。所以二道五菩提啊，咱之前有提讲到这个二道五菩提的这一面，二道般若道和方便道。那般若道当中呢，包含着发心菩提、福心菩提、跟明心菩提。那么方便道当中呢，为明心菩提，佮进定到这个出道菩提，佮究竟圆满菩提，就离道五菩提、二道五菩提是这样的。这个观念一定要把它弄清楚，这对他一生的修行有足大足大的帮助，足大足大的帮助哈、哦。好，所以呢，这是这个五种菩提。好，那么伊讲的东地当知。愿行之后，在利欲清净念尽为十万行，所以利愿的这愿行的重点啊，就是离开的用旁，还有清净的净念地。那么呢，修清净的心靠于三界，所以呢，学佛修行，无论是各宗派，拢一定要有这利欲十万行的观念，这是十方诸佛。共同遵守，不是单单来遵守，是十方一切修行拢爱遵守利欲清净了，是谁都要遵守的。因为啊，你遵守得我无必遵守，不，那这大家拢是啊，共同来遵守的利欲清净念。哦，所以呢，有少数佛弟子啊，
啊，一方面想要成佛了生死，一方面又要贪得的五欲之乐，这是不太可能，不能成就的，哦，不能成就，哦，所以呢，造成的咱佛教这个衰相，佛教的衰相，这是不应该的。所以呢，经团的污点啊，哦，埋没了佛门的荣相，埋没了佛门的荣相。哦，所以成佛的法器，哦，好心的佛弟子啊，还能不啊，还能不有所觉悟吗？所以他呢有所感哦，理欲清净了，你的观念也清澈明白啊。所以呢，懂得当知之，当知之一定要知道，须知就是必须要了解的。贪欲爱欲不断，爱欲不断，贪欲不断了，决定是无法度了生死哦。所以咱知影，要欲望，要烦恼，就是还未解脱。你解脱了无？有解脱无解脱，就看咱要欲望无嘛？要欲望，就是还未解脱。所以呢，三学不修啊，戒定慧无要修啊，三业不清净啊，心口也不清净啊。要如何得成的无上菩提啊？戒定慧也无要进步，也无要好好的用功啊！三业如果无要修持和清净，哪来的成佛做主？不能啊！哦，这是这个用意哦。好，那咱来看下一段。你看呢，又当知，你看怎样呢？先佛之要，在众生度众生之要，在说法呢，哈、哦，咱大家人必须要了解。哦，必须要了解的，要效法的，哦，法种 BQ 立誓为众生说法，开法种的说法度众生，啊、哦，为众开法场，哦，广施功德宝，所以常于大众中说法殊殊好。所以《法华经》中有讲啊，佛经啊，哦，行为一切平等说法，如为一人众德应念啊。对一个人说法也好，对大众说法也好，赶快说讲怎啊？真实不虚之法，无迄个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啊！所说皆真实法，所以来讲呢，常言说法，哦，诚，哦，无他事。所以去来坐立，去来坐立呢，终不疲干呐，从不会厌倦。没因为感觉大众生会有多厌倦，你不感觉对大众生去怨恨心，不会的哦。所以呢，穷久的这个世间，哦，如鱼普论好了。所以为什么讲这个法种 BQ 法完了，这个天哦天人嘛，散花如雨一般，就参像世尊说法，大众生无有差别。对一个人说法也好，对大众说法也好，就如同下雨一般，他不会选择什么大树小树。这在《法华经》有一品叫做什么？这个药草玉品，就参像落雨嘛。落雨也讲啊，那这落雨，人家来落雨，伊讲啊，这边落较侪，遐落较少，普降甘霖，就像天女散花，普降甘霖，说法平等。对一个人说法也好，对大众说法也好，都是所说真实法，哦、真实法。好，所以呢，咱继续来看哈，你讲这个参像这个哈、哦、如雾波轮，哦，贵镇上下七界非界，危机集中，以及不集中呢，正见邪见，离根甲动根，定物法物。哦，离不海观，所以佛是如此，世尊是安尼者，无论是好的吧，伊拢感觉平等对待啊。所以咱呢，我们要想学佛，想成佛，想要学佛，想要成佛，那不为人说法，不度众生，都是缘木求鱼，了不可得啊，了不可得。所以呢。哦，由此得利呢？今天呢、啊，哦，有这个信范老和尚有讲啊，今日的一些佛弟子啊，啊、哦，即注重的人啊，即注重的拜忏，
啊，这是老法师啦，伊安尼讲，只注重着拜忏，吼、啊，对做佛事吼，对这拜忏啦、做佛事啦，吼，啊，消灾镇亡，或者做法会劳力，你看咱若法会啦，吼、啊，做劳力足侪人爱来参加，吼、啊，啊，拜忏啦、做法会啦，吼、啊，但是呢，袂爱听经，袂爱听法，啊，准有来听。一次两次买了什么这个坚固力坚固力不退革新不同意发挥也同样啦发挥我们一年这样办几次可以你如果每天都在办发挥也是同样没人会来拜啦我们听经不可能一部金刚经不可能一部无量寿经一天两天就完满了上金刚经一天就要完满了但是要感觉金刚经一天会完满吗不用嘛所以从头到尾能够这个坚持听法者，那个确实不容易。所以这个信范老和尚，信范老和尚一讲啊，有的佛弟子啊，啊比较较注重的拜忏啦、发挥劳力啦，但是对听法呢，就比较较不像遐重视，哦，比较较不像重视，不许为人说啊，为啥？嘛，你也刚好说法，虽然无重视的佛法啦，这都是信教。哦，信教啊，这个衰微也主要原因。我们的佛法圣教为什么会衰退？因为听法者不多了，不听话呢，佛法就少，佛法少呢，正法就无多救助，会变成形式上的佛教、仪式上的佛教，而不是真实用功的修行者。所以。但是讲唱诵利人天嘛，发挥是伫个的平常了解，但是发挥以后，咱比如讲咱一场的这个龙凤发挥，龙凤发挥完满，除了迄个龙凤发挥期间的完满了后是龙凤发挥以后，咱的行主者我，咱的心靠也是不是符合莲皇宝忏的忏文所说这样的一心向往佛道，这才是究竟的呀。但是咱有当阵，这个上经劳力过了，咱未必能记得清楚，所以要什么？要听闻佛法。所以咱信范老和尚啊，伊这段话他讲得很贴切哦。毕竟当时伊老人家吼，这个用功啊，真清楚。唔是迄个时阵才安呐，咱这个时代嘛是该这样的呀。那么过去呢，佫真好吼，佫有一挂这个佛学讲座吼。参像这个南靠体育馆啊，啊，过去在这个国父纪念馆啊，都有礼请长老和尚做大型的佛学讲座，哇，那一两万人爆满了，林口体育馆的法师说法会爆满的已经不多见了哈、哦。那进呢，大概很难，因为有这个电视媒体哈、哦，不管是个电视开了，哇、哦，那就走到遐远，遥控器了。叫他讲，他就讲。我莫听关系啦。但是求法的心呢，比较较弱啦，比较较弱。虽然在这个现代的时代来讲呢，真容易让咱听到佛法，真容易让咱亲近到。但是一个较远的来讲，以比较实际的这个心念上的力量来讲呢。为什么有这个道场呢？想参请咱人下来，刚刚我们都比较希望怎么样？我们目的的意念，什么时候要开始上课？我们的身，那的色心，那的肉体，到了道场，我们的心也到了道场。啊，咱进媒体啦，网络那个啊，不要紧啦，听不到我网络看就好。你一次没想要来听经，两次没想要来听经，第三次就啊习惯了，没去就习惯了，啊没去，你又就拍摄去了。修行有在拍摄哦，你那因果那现前哦，伊拢没讲，没跟你讲拍摄，来讲你来到这拄啊好，善业去善道，恶业去恶道，拢拄啊好，无迄个拍摄。所以这个老和尚、老法师为什么这么说？他的用心良苦。当时那个感受，当然啦、啊，这个现代这个科技加发展了、啊，我们不能抹杀了这个高科技的一个度众生的因缘呐、啊。
但是咱身为佛弟子的，更应该要珍惜道场，一定要转法轮。咱人家讲起来是好不介好吼，拢有请法师来跟咱讲经，有些道场没办法呢，没办法请法师去讲经，只有用安那放龙眼大，大家拢坐咧，啊龙眼大，大家坐咧听，用播放的呢，好不好？当然也好啊，不能说不好，至少有听要听。啊，就坐遐，啊听啊，因为你放落遐大咧听的时候，你坐伫遐你咧听，你袂感觉书咧甲你看，所以你拄久书嘛要看着，听咧听咧，拄久嘛做你拄拄啊下课啊，我下课都下课，拄啊讲啥，唔知一切皆回向，就力量不强。所以咱传统的这个教育方法，有传统教育方法的这啥，也重要性。就双向互动，虽然这每天我都做个讲现场直播来讲了哈，现场直播，家里的现场直播只是在另外一个所在看得到咱的感应，但是现场所感受那个比较怎么样？比较壮观呐，比较容易摄取。所以你看世尊说到的时阵，像你阿姐弟子在世尊的座下开悟，必定不容易的。所以咱进离世尊两千多年，这种两千多年所讲的，咱进听甲你听，烦恼来来赶快摄头，烦恼来来赶快颠倒，颠倒为啥物无强？卡输人拢会得在世时阵啊！你讲我今仔日是世尊要说话，你半暝半夜嘛是哦，一定会想要来去听嘛，力量要强。哦，好，那所以呢，咱。了解这些老法师吼，一东西，这个看到佛法的一个生态啊，好难了解的，吼，所以呢，有的人呢啊重视的法的，但是不去重视到咱的佛法，所以咱人家咱老和尚非常准备多咱法会，也开办了这个佛学院，咱的好案，好咱有，咱老和尚讲啊，咱食家老学家老，没有休息的哈，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咱大家呢，务必要怎么样？要纠正观念啊！伊讲究竟的上面这种观念，伊讲要改变的这个风气啊，尤其是出家精众啊，你出家精众家己都袂爱听经，你佛法要哪会兴啊？做人做基本的道理啊，你出家都不听法，那你要怎么样利益众生？所以说啊，尤其这出家众，因为当时这是圣范老和尚在净律学佛院哦，跟出家众所讲的，所以呢，他是在告诉当时的出家法师，所以说出家众啊，应该爱以身作则，引导众生走向佛法的正途。所以咱今日咱连下举办的这个净客佛法讲座啊，这一次的这个响应非常的好。所以当时有人在你讲书啊，你啥物？拄啊出家人要听，阮在家无通去听。啊，书啊，甲你讲较抱歉的关系，因为我们要鼓励深重，大家很忙，放下时间好好听法，以身作则。那么咱人家咱每礼拜几乎都有课嘛，我们随时可以来。那么真客当时，个人因缘无遐尼啊执着。所以要爱找有时间通来听经，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先扶持他。啊、那么伊来来到咱人家感受着讲，真客听话这样事情，伊若较说伊也道场，伊若赶快来当安尼办，大家的功德无量。这就是我们的观念，跟啊，精湛精佛法家一样。所以信奉老和尚讲啊，身重以身作则，听闻佛法。好要佛法，一个出家众，一个修行人，在伊身上看袂到伊对修行迄种个热心，你众生嘛会退啊！你着对修行遮无认真，人哪扶持会落？那法的好要，要很强，很强，这是重点哈、哦。好，所以法总比丘与法官嘛，要说法度众生哈。好，咱着过来看下一段来讲呢。伊是法藏比丘呢，具足受满如是大观呢，啊，成地不虚，成地叫成就是真，地就是实，就是真实不虚啊。哦，超出世间，哦，青鸟植物，哦，心乐就心生药，
哦，这个极灭就是嘛，究竟万法。所以讲阿难啊，法藏比丘以及佛说，伊在这个世自在王如来这个道场啊，哦，以及佛说呢，这个道场，诸天魔幻，量行八波大众之中呢，发出红色，就是发出48大幻啦、啊，哦，见处幻异啊，一向专制，终然妙通。所以法藏比丘在世自在王如来的这个道场，你迄个世界这个法愿了后呢，就一心一意，一心一意来圆满着伊的愿力，圆满着愿，啊来啦，圆满着愿力来庄严的极乐世界。所以咱法愿以后啊，都爱认真做呢。啊，冇啊，时间佫介济咧，慢慢啊来。我们学佛修行，上加就听讲，慢慢啊来，道道啊改，不要道道啊改，下决心，没得道道啊来。然后我们都容许我们自己再稍微放慢脚步。嗯，那是为看法是讲吼，既然啊知影，就量早改，较紧改咧，莫看看来。有当下时间一拖久啊，失去只是愈重，无可能较轻啦。中毒哦，是较重啊，未较轻。所以啊，这个世间的习气啊，世间的习气啊，一定要断断。所以法藏比丘啊，世尊跟阿难尊者讲，法藏比丘在世自在王如来面前，伊法官伊就安尼做啊。从法官迄天就开始安尼圆满，一向专制。从不再退缩，从不再退缩、哦、好，所以我们这段我们看完你说呢，在这个哦，世尊的法官跟这个法藏比丘法官以及修行呢，他说呢如是大观、哦、如是当时在讲的头前48大观、哦、我们看到337页，他在说呢继续的修判，是在说这个后面的哦，医馆起修，医院起修，我那阵开始要讲了，伊就48大愿安怎来修？该一一具足圆满，沉地不虚，就是真实不虚。哦，那种赞叹的化妆 BQ 啊，所讲的代志，讲会到，做会到，说到做到，成就无碍。哦，成就无碍。所以呢，伊向啊，以行山田苑海啊，哦，愿行相合。愿甲行行啊，和和的，一致的，安怎行就安怎做，安怎法官就安怎行，愿行相合，吼、哦，该真实不虚啊，超出的世间，深奥极密，是在赞叹的法藏比丘所修所行呢，拢啊，都以至诚心，就是真诚心来成就，哦，自诚心，哦，就至诚心，身心。哎呀，愿要心，发自真如净心，佛性发心的哦，就是殊胜妙体。所以呢，因为这极灭人，一名大涅槃。我跟咱这样有这个音响人、柔顺人、大德啊，跟刚刚静坐供养啊，所谓的极灭人，就是大涅槃，大涅槃，极有的啊。雄鹿魔境超出世间、哦、最轻不可思议。那么这段呢，就是当时的这个世尊的向阿难尊者讲的法愿成就真实不虚。佛所说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法华语的？所以咱今啊，这个讲经说法啦，或者是咱啊，这个在这个圣地学的做法，来给咱肯定教育。绝对对咱是足好的帮助，绝对是足好的帮助。人咧讲啊，明书出格道，这明书出格道意义啥？咱参详在即个世尊当时教导伊阿难尊者，伊甲阿难尊者讲过去即个法藏比丘法官真实不虚啊。啊，那么法藏比丘是在上面做哈？法官呢？世自在王如来，世自在王如来就是当时伊的本师释迦佛嘛。当时法藏
法杖比丘比出家是叫做国王嘛，那么出家了叫做法藏比丘嘛，当时伊迄、那个迄、那个世界，当时迄个世界的本书就是世自在王如来，所以他是在世自在王如来坐下成就，明书出格多，这样来的，安尼听哇，所以我们要发愿，愿行相合，哦，好，那今天的就先讲到这，有没有其他问题？好，那我们谈到这里啊，来，那回向，请合掌，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于众生，皆以众生佛道。好。